这件是做这样子高领的，对，它材质超级舒服的，超舒服的，对，它一样是做这种很柔软的针织，很密很扎实。它这件跟上一款不一样，它是做这种密的针织，对，然后很你们看一下弹性，给你们看，弹性非常的好，而且它颜色真的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它这个底色是米色，然后配这个绿色的条纹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。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少，外面比较少见这种颜色的条纹，大部分都是黑条纹比较多。对。然后它那个高领的部分也是做有弹性，对，弹性非常好，弹性非常好，不会勒脖子哦。对，所以你们就是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位置去做调整。比较冷的话，你们可以往上，然后呢，哎，我觉得往上好好看哦，这样也很可爱，好看哦。对，而且它不会刺，所以你用在脸这个地方，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。对对对。然后它全部的长度是像这样子，我拉出来给你。对，它是有点长版的、哦，对，它是属于长版的，所以你是完全是可以盖得到屁股。对，裤裆也是可爱，可爱，很可爱。然后它袖子是做这种比较合，就是合版的袖子，但它不是很贴的，嗯，它不会贴。然后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是，你们看它袖口这里。那个微微的包起来的感觉，很可爱、欸，对，所以就是比较有点小女人的感觉。对，就它是厚的哦，保证是厚的。给你们看侧面，有，我真的觉得我会换下换下。然后它那个高领的地方啊，也是做厚的。对，對然后。它高领是弹性非常好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它这个底色是米色就很加分，对，因为如果是白色我就不会那么喜欢。